四件相，不是理。你入了佛门了，学的是道理，是理，让这个理转变这个事，让这个事也变成理。把居家那个事儿，那是事，把它变成理，知道是虚空的，知家性空嘛，假的。这时候你看破了，放下了，你说自在了，自在了才能无奈啊。为什么出的家就是心好不理解？当你出家那个时候，师父给你剃头，人家不收你，问你，你做了很多的保障，不是这样的吗？每个道都是这样的。长了一出家了，过上一年，出家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出家三年，佛上西天；出家十年了，那佛在哪儿去了？不知道了。若能还知道的，说你道心还算是入了门了，对。当你这断了五欲了，这道心坚定了。我们出家的时候，在家的时候，在家有苦难，说出了家就清净了。大家都出家了吧？清净不清净啊？有苦难没有啊？你是不是心心在道啊？现在我学普贤普学这个净行品，你以前没学之前，你做一件事能发愿吗？做每件事你都发过愿吗？尽管你出家好多年了，我不相信你会发愿的，但是有是有，少数的，他做任何事都发愿，善用其心，你做任何事都发愿。突破劳动要发愿，吃饭要发愿，找地睁开眼睛就要发愿，穿衣服要发愿，下地穿鞋要发愿，洗脸要发愿，进洗手干要发愿，一天从早到晚，一天都在发愿，一天在发愿，一天都在文殊菩萨智慧当中，没发愿，这个就我念善念就丢掉了。把善用其心忘了。如果你能够都善用其心的，一切无乖争。什么叫乖争呢？乖是乖错，争是对立的才有争议。无乖争了，金山随顺文殊师利菩萨教授，善用其心，自在无奈了。文殊菩萨说教授我们的方法，不是身解脱，是你的心先解脱了。你心要不解脱呀，你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永远也解脱不了的。比如说出家就解脱了，出家不见得解脱，比心解脱了。但是我们出家当中有成佛罗汉的，有当菩萨的。我们现在得到什么呢？我们连出国没得到呢，谁得到出国？谁自己判断一下，断了88世见惑，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这88世见惑你明白了，在你思想上你还办不到，我们连见惑都办不到，那还不是说断思惑了，断尘沙了，断无明了，遇什么迷惑什么，遇什么迷惑什么。所以你在家时候，你用你的意念观察，愿一切众生出家好，出家就没有障碍了。你出了家了，一天都是跟大众生在一起了，是吧？出了家之后，入生切难，当愿众生演说种种无乖争法。生切难呢，就是大众生和合住的处所。生切就是和合的意思。
和和嘛。蓝是什么呢？蓝是原地。过去像印度它叫原地，原地就是大众所居住的，就前面现在叫寺庙嘛，居住处所。到庙里来了，庙里所说的一天干什么？演这个都是说心跟事，心里跟外边所做的事互相不违背的，要它调和，生众和生众之间都是顺佛的教导，也是佛所教导去做。一天都是演说种种法，这些法都告诉你们没有争议的，没有怪争的，人人都向佛学，依着佛的教导去做，说一切众生都能够无争，都顺佛的教导，不听佛的话，不听佛的教导，那就有争了。我们经常的讲六合，六合，这个六合也讲事，也讲理，有身口意。大家身住在一起，其实不错了，身合了，口里不说争论的话，不吵嘴，不闹架。意念呢，大家都遵着佛的教导，没有怪错的。对，不识财物，依着大众生的分配办法，也没什么争论的了，是吧？我们在这个在理上讲，有的是圆正的，那还没办不到。从那个出国相到出国，二国相到二国。三国相到三国，四国相到四国，是八个地位。这个是只属于见道，还要修道，修道到菩萨的五十位，华严经是讲五十三位的，五十三禅讲五十三位的。就是大家是在理上跟着佛的教导啊，是和和无争的了，大家同正的。或者大家圆正的，他家同时一块修行，这是离合了。事啊，可就有多了。受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沙弥尼戒、斯塔摩诺戒，对，戒不同，戒不同，住的处所就不同。沙弥不能跟比丘同住，沙弥跟沙弥住，比丘跟比丘住。说大家受了戒了，都是僧，大家共同修，共同住，同受戒，那戒和同修，戒和同修，还有一个见，看问题的看法，见和同解。就看见看完的看法，大家看的都一样的，看白的都是白的，看红的都是红的，这看问题的看法都是按佛所教授的教法来应试问题，来依这个解释问题。如果有争端怎么样？做结魔法解决众生的争端。但是这个争端呢，特别是知见的争端非常困难。为什么困难呢？不好解决。你是华严业来看戒律，来学戒律，跟着你学戒律的来学戒律，你学的一切有不律，他说学的十顺广律，
你是大毗婆沙论学的戒，而大乘经典都有戒，大乘经典戒跟你这个戒的条文不一样的，戒和戒不合，特别是戒上的知见。你这华严经来解释戒，他一直毗婆沙论，他一直四合阿含经，乃至同学戒律的，你学的是一切有不律，西藏学的一切有不律，咱们中国学的是南三律，南三律是跟着十顺广律在一起，而且佛在世的时候刚一入涅槃，佛在世也有真啊，都是佛经常解决问题啊。佛刚一入涅槃就分作两部了，大众部跟上座部，库内库外，你解戒我解一个，都是佛说教导的，这有证，有证，人跟人之证，那就做结魔法来给僧众解决，大家都以着结魔法来做，但是不争的呢是没有，争完了能解决。我记得荣嘉大师正道歌里头说，圆顿教无人情，由于不觉只许争，这个问题呀、解决不了，你有怀疑我有怀疑，大家就争啊，不是三生争人我呀，修行恐落断肠坑，说一个断剑一个长剑，这就是争论的焦点，在修行的时候不能落于断剑，也不能落于长剑，用长剑对落断剑就等于讲性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断了，一切法不存在，那么学戒律的可不空啊，我每一个条文都不空，既然是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吃肉喝酒娶妻子安家立业，这都是空的，没关系，这是错误解释了，错误解释，你空得了吗？佛所说的空业不是灭世间相，也不是坏世间相，不离世间建立正觉，如果坏世间相了不合理了，那属于常见，直到诸法无常，也要知道一切诸法入梦幻泡影，如果你真正的心里头，我看着一切法处的一切法对的一切法，我是入梦幻泡影的，那这样做呢你就不执着了，不执着了你随过随散，随过随散，像我们生活当中对一切事物这种观念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修行久的不是出入门的，他就引经据典引佛所的教授，满足他自己的私欲，说大乘法来做的满足他私欲的事儿，反正成住坏空嘛，我随缘嘛，好像什么都不犯，那就是错误的，这个见解落于断见，常见呢，常见因为什么事情好像常住不坏的，好自己寿命。